It's the feeling。西元1999年6月16号，我们正在辛苦时，你们不来帮忙，还在等什么呢？正需要大家的帮助时，应该赶快来帮忙吧。这是大师父讲的。若事情已办好，就没有必要了。现在正需要大家来帮忙，赶快来吧。现在不赶快来，就没时间了。很直接啊。皮口就说，听到这番话后，令我想到古人所说的，救人的心要有诚意，抢救的动作要够快。那真的是如此啊、哦！我们来复习一下，毗陀文、婆陀文在法身是雕佛像的，毗陀文修行很好的，曾经讲过啊，什么叫做布施？在受施者有所需求时，布施所需求的物品和所需要的适当分量给受施者，直到受施者脱离那受困于需求的处境，即是布施、哦、就是时间方面呢，对方正需要时给对方所需要的东西，给适当的分量才叫做布施直到对方脱离那受困的处境才叫做布施。假如相反的，在受施者无所需求时不对时间，布施不适宜的物品给对方不是想要的东西，或者过量的东西给受施者例如说充电了，已经充饱了，再充就嘣爆炸，这个称作为对方添加负担给对方添加负担。各位，所以各位要，这个是很直接啊。毗陀文讲话也是很直接，修行人都是这样，都是这样，讲话很直接。龙屁上个礼拜几天谈到供养功德义的特殊功德利益龙屁读了觉得很好，各位，所以我们会出书给大家重温，自己复习常常看比较好。另外从供养功德义特殊功德利益令龙屁想到一件事跟大家分享一个心得各位就是泰国的水灾几年呢，就是西元2010年，就是两年前，在泰南那块西塔马拉府那边有水灾有4000户受困，这个损失了5亿7200万泰铢水灾。为什么他们会遇上这种水灾问题？可能有很多原因有很多原因，不过可说是集体的共业，各位，每个人的大大小小的业障集中报应，洪水就来，或者是就是火灾在泰国中部巴金布里府今年3月30号有火灾烧毁了30户家
三十间房子，损失了1亿泰铢啊，各位，很辛苦的。这是今年6月26号，在曼谷，它叫做三平啊，三平，เยาวราชอ่ะ各位อยู่ชื่อกว่าทางเรินจีนะเปลี่ยนนะอยู่หัวใจอ่ะสุนซือละซานเชียนว่านไทจูซื้อคู่อีกซื้อเจียนปกว่าอีเมซื้อใจม่านกูชั่วเซิงอี้อ่ะสวยชั่วสุนซือหันต้าเวสเมอร์ฮุยฟาเซิงหัวใจ各位可能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过今天我们要跟各位分享其中一个能导致的原因，或者是电话诈骗。这位女士啊，39岁，她今年1月22号被欺骗了，被诈骗，她在泰国松垮。หับใหญ่นะเปลี่ยนเนาะถ้าซื้อไม้ฟ้าจวงผินถ้าไปเตี้ยนฟ้าจ้าเพี้ยนถวนนะจ้าเพี้ยนละตัวสาวอิบไปชีซื้อซานว่านอู่เชียนปาซืออีไทจูโอ้โหอิบไปชีซื้อตัวว่านนะ各位ถ้าซื้อท่าจะอีเซิงอ่ะชินขู่จวนไหลแต่เฉียน突然间不见掉被诈骗，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呀、啊？可能有很多原因导致。不过今晚我们跟各位分享其中一个原因，各位。另外，各位有听过吗？庞氏骗局，庞氏骗局，这位居士啊，是泰国明星啊，最近蛮这则新闻蛮。蛮大的，头条新闻叫做 Pinky 啊，坐牢现在，他损失了，他说他个人呢损失了1000万泰铢，庞氏骗局啊的炒作呢，事实上没有做出任何投资的，只是拿新流入的钱来支付回报给救人而已。为什么会有这种被诈骗这种庞氏是家族的意思这种骗局呢或者这位阿嬷76岁啊各位他被自己的亲生儿子啊欺诈各位阿嬷被欺诈了2亿50千万各位2亿50千万他说他的儿子跟银行的4个公务员银行公务员工作人员骗他的财富哦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啊火灾水灾或者是各种灾难或者是被诈骗等等问题很多不过其中一个原因各位好恐怖的各位所以假如我们懂得修功德懂得正确方法了按照这个方法做就可以避免这些问题各位我们有读过智者的布施有3种对吗第一种是有5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具有信仰第二具有恭敬心的布施第三在事实间布施有信仰的布施会让我们更庄严好看各位除了富裕也会庄严好看肤色好看等有恭敬心的布施会让我们的属下
听从各位，假如按在适时在适宜时间布施啊，会让我们如意的赚到在自己想要的东西时就会得到。第四，能舍弃，就是没有吝啬，无吝啬心呐、啊，各位，当这个功德回报啊，我们富裕之后就愿意使用自己的财富，否则的话，虽然有钱也不敢用钱。第五个条件，这个就是我们今晚要谈的。不影响自己和他人的法喜，做布施时不影响自己和他人的法喜。假如不影响自己和他人的法喜，我们获得财富后啊，就不被因为有火灾、水灾、各种天灾、国王来没收。或者是被诈骗，自己的亲戚也好，家人也好，来诈骗我们，朋友诈骗，就不会受这些人或者天灾啊，天灾人祸来损坏，来迫害各位的财富。相反的，谁布施过后，自己胡思乱想啊，呵呵，影响到自己的法喜，已经布施了出去，布施前法喜，正在布施法喜，布施过后却不法喜，本来应该在晚年获得功德的回报，他就损失了，各位，像那位阿嬷一样，损失了。2亿5千万泰铢，所以不影响自己的法喜也不要影响到别人的法喜。别人已经布施了，假如我们去因为不小心呢、没有注意到去讲一些话，让对方对他所布施的东西感到不法喜，让对方失去了法喜，就会受到各种天灾人祸来迫害我们的财富的，各位。所以这个听起来很理论，不过这个理论这个原则啊会影响大，各位。所以龙屁认为我们上个礼拜所谈的供养功德义的特殊功德利益很重要，很重要。龙屁今晚会出书各位，给各位阅读的，所以希望各位读了过后啊重复重温，那就分享这个布施方法，正确的布施方法给大众。三十法喜，布施前、正在布施、布施过后，要维护法喜，好吗？各位大德，这是我们的跟我们生命相关啊，重要重要。ไม่ขาดคิดไม่ขาดฝันแม้เตรียมตั้งตัวใจยังสั่นระรัวเมื่อแผ่นดินลั่นสั่นไหวโลกไม่รู้ภาพที่เห็นไม่เคยเข้าใจสึนามิเกิดได้ง่ายกับวินาศยิ่งกว่านี้ใช่เพียงแค่ธรรมชาติเหตุกิเลสกรรมวิบากหนังตัวอย่า
างกับวินาสึนามิกัมปานาสุรานารีอบายมุกมากมายศีลธรรมห่างหาโลกสั่นไหวลำเข็นไม่ว่าใครไม่ว่าชาติไหนไม่มีข้อยกเว้นกฎแห่งกรรมคือกฎเกณฑ์มนุษย์ต้องเร่งสร้างบุญเขาวัดถือศีลบุญไม่พลาดนั่งธรรมะไม่ประมาทกับจะไม่วินาสู้ด้วยบุญทำดีจิตผ่องใสต้องฝืนศีลธรรมโลกครั้งใหญ่ทั้งหญิงชายต้องช่วยกันเกิดเป็นชายควรให้พ่อแม่ปลื้มใจเป็นพระแท้ได้บุญใหญ่สร้างโลกใหม่ด้วยศีลธรรมแม่นๆมาบวชกันทั่วไทยสร้างโลกใหม่ด้วยศีลธรรมCoke.